晚有冇翻去准备课题啊？有。大雄，你细个时候饮人奶定奶粉噶？老师，我细个时饮奶粉噶。好，大雄你坐低。静香，你细个时候饮人奶定奶粉噶？我知佢细个时饮人奶啊。打我四啲，翻翻埋埋坐低。好似好似，我记得有次我去餐厅食饭，听到隔篱台底有个 B B 嘅叫声，当时我好好奇，我就过去揭起台布，之后看到一个母乳媽媽在餵哺，其他人見到後都用歧視眼光望住佢。哇！佢都做到咩啊？喂奶。其實佢哋都係逼不得已嘅，因為香港嘅乳奶質素比較少，佢哋比較難揾到地方去餵哺，所以我哋唔應該歧視佢哋。老師老師，餵人奶咁麻煩，點解仲要餵人奶啫？不如飲奶粉算啦。因為人奶呢個低敏感產品。同埋無菌產品，而且佢更加有助嬰兒嘅老化。各位同學，知唔知道？知道。各位同學，再見。老師再見。小息啊，我要食窿片啊！人奶咩味㗎？你仲講？